阿祖法，亏我还爱上了你，你不要给脸不要脸。康特，你已经变得像你母亲一样疯狂，神经病，请你马上滚出我的家，用滚的。此时的康特也不装了，走之前还留下狠话，康特和阿祖法从此不欢而散。正如你们所见，康特被阿祖法赶出家门之后郁郁不得志，还被阿祖法要求离婚。他坐在车上不行，站在车外也不行，想哭想死，想离开这个世界。Hello, Austin. خوبی سلامتی؟ سلامت باشی. کزایی میخواستم بیام پیشتون یه کاری با تو داشتم. همین رو مغازه هم بیا. رو مغازه این؟ باشه باشه. 走投无路的他拿起手机给老者打去了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老者就迫不及待询问康特的情况，是不是与阿祖法和好了。康特对着老师就说一顿苦水，老师，阿祖法说不爱我了，要和我离婚，我应该怎么办？老者此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康特，又害怕他突然发怒，于是叫他赶紧开车回来，我们聊聊今天发生了什么。由于康特把大舅哥打伤了，这次他想和阿祖法在一起都难了。阿祖法也下了逐客令，并要求康特马上离婚。康特现在担心的要死，粉丝们都私信阿吴说康特活该，康特就跟他妈妈一样，一样的基因，一样的脑子。粉丝们说每晚都追着看，越看是越生气，都被康特气出高血压了，导致颈椎关节都酸痛得很。在这里阿吴给大家抱歉，也希望大家不要熬夜看视频，对身体不好。如果你的身体真的很酸很不舒服，筋绷得很紧，手关节了腿关节了都很疼疼的，你可以试试这个英国小蓝管按摩膏，它是氨糖软骨素成分的，主要就是两个作用，第一个缓解疼痛，第二个补充氨糖。比如说你个关，你手关节、腕关节或者你膝盖它有炎症会疼疼的时候，你涂上去它的发热效果会比较明显，因为发热它姜黄成分会帮助身体擦的某个部位毛孔扩张，会把里面的湿气、寒气、疼痛呀给散发出来。这么好的产品阿吴真的很用心推荐给你们，喜欢的可以去阿吴橱窗看看，您可以通过点击我头像下方的商品橱窗找到英国小蓝馆。姐姐阿姨们，您到哪买都是买，在阿吴这里可以保证正品，阿吴给你们做服务真的很不错，现在只要59块钱买一送一，到手两瓶。阿吴已经上架到橱窗了，喜欢的粉丝们可以自选下单。没多久康特就来到老者家，老者询问他都发生了什么事，怎么突然变成离婚了。康特此时还不知道是自己的问题，说自己只是当着阿祖法的面教训了他大哥一顿，也不知道他那么不经打一掌就把他打晕了。这都怪他们，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阿祖法的地址，要错也是他们的错，与我何关。阿祖法也被他们洗脑了，我说什么也不听，我叫他跟我回城里住，我借了老师的钱以后可以租大房子住，妈妈和妹妹各住一个房间，大家互不干涉，这不就好了吗？阿祖法死活不同意，我真想不明白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，这么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自己一个人住在山上。此时的老者安慰康特，你不应该去打人家大哥的，就算他再不对也是你的大舅哥，你怎么能打人家呢？康特，我劝你这几天还是别去阿祖法家了，听我的，你现在先去租个房子，然后找个工作，有稳定的收入了。
再去找阿祖法。还有，你整天带着这个倒霉孩子怎么行？你赶紧带他去警察局吧，这不是你的孩子，你不要多管闲事。没多久，康特就带着男孩离开了老者的家，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老者的话听进去。康特也不把老者的车还给他。粉丝们都对康特很无语，也有人在怪老者，说康特变成这样都是老者在背后不听给他借钱导致的。老者也是个神奇人，钱好像花不光的一样，大部分身家估计都花在康特身上了吧。老者也是太有钱了，不知道生活的苦吗？粉丝们都让阿吴提醒老者不要再助纣为虐，你帮助康特就等于害了阿祖法，现在阿祖法的大哥就被康特害了，指不定那天就把妈妈和妹妹带过来。阿吴橱窗有按摩膏，有按摩膏，有按摩膏，还有全是99块29块28块 9.9 块的活动商品，快去看看吧。那好了。